区中心的执行长，我是邱宝玲，谢谢你们的莅临来到我们的周年晚宴哦。那我们今天很荣幸的邀请到爱家他们来给我们呈现一个怎么样可以煮一道好菜。谢谢大家。吃素对身体有好处，吃素很环保，所以今天我煮一道你们每个人都会煮的，很简单，在过年的时候也是可以煮这道菜，因为我会用到那个蒜了哈。过年的时候你们可以，通常华人都是有炒蒜啊，不过这次你们要有钱蒜，又要好吃的东西，又要跟着传统啊，你们这次也不用用肉来煮了，可以用那个鸡腿菇，鸡腿菇的口感真的是很好，等我也是会用那个shiitake mushroom， 也会用一些姜啦、辣椒啦来点缀一下。如果你要加多一点料下去，豆腐也是可以加在里面。OK， 所以我现在大概讲解今天我所要用的材料。跟你讲，这道菜煮完之后，我相信啦，等下你们来品尝一下，肯定是好吃的。所以基本上的材料，油啦、糖啦、那个香菇精啦，我们不用那个 MSG， 然后用香菇精，酱青啦、麻油啦、黑酱油啦、盐啦、薯粉啦，跟那个胡椒粉，大致上这些都是很基本的。每一个 every kitchen will have this， OK？ So you don't have this, then that is not a kitchen. And of course, you need your wok. I need your this. OK？ 所以不懂是 leek 的是这个是 leek。华人的过年的时候，中国来的会比较短一点，会比较香啦。不过今天因为还没有到这个季节。我们只好运用这个 Western 的蒜。那如果你们不吃蒜，有些吃素、吃斋的，不吃葱蒜，也可以把这个换成 celery， 那个芹菜啊，昂摩芹菜也是很香的，也是可以代替。OK， 然后这个是 shaggy mean mushroom， 所以我把这个头切掉。OK， 放在一边，等一下可以用。等我会切成一片一片。切成一片一片这样。薄薄这样，越薄越好。它的口感等一下很 chewy， 很有口感的。我已经预先把这个用烧水泡了一次了。等一下煮的时候比较快熟。等我这个蒜就是这样切成这样。OK， 我示范一下给你们看。也不要太粗，也不要太幼。OK， 切成这样。等我也准备了一些姜丝跟一些辣椒片。辣椒片我教你们怎样切了，大多是你们都是会了，不过还是要介绍一些给那些从来没有进厨房的那些先生们，也可能也没有进厨房，不过现在的先生们大多数都会煮饭啊。对不？讲到对不？所以你这样切啊。只要我们有心，有这个爱心，要去煮好吃的东西给你家人吃，肯定会煮的，很容易而已。你看现在这样就弄成这样了，就放在一边。这个我们还可以用啦，这个我们这个那个香菇头，香菇啦，这个是香菇哈，我们就把它切成比较薄一点啦，等一下跟这个shiitake mushroom 一起炒。OK， 现在我要示范怎样做这道菜了。所以我现在把火开了啊。OK， 可以，有火，放一点油。这个油是来爆这个蒜的，蒜一定要爆一下，不然的话不香。你可以用 sunflower seed， 如果你用 olive oil 也是可以，不过 olive oil 要知道说跟其他的中菜炒，
它的 olive 的味道可能会盖住那个你的食物啦，所以最好是用植物油啊、sunflower seed oil 啊、姜黄油也是晒了哈，啊、花生油也是可以，好、啊、palm oil 也是可以，这些都是植物油来的，没问题，好、啊，等它烧一下啊。西芹的话也是不用爆，啊那个就不用爆，好、啊。到此为止啊，还是啊，啊，这边的火比较慢啊，要有耐心一点呐、啊。通常煮东西要大火了，不用怕说烧焦了，你手脚快就没问题，不然的话没有什么火黑啊。通常这道菜会比较油一点呐、啊，不过是要有点油才好吃啦。蒜如果干干的没有味道的不好吃，我说要爆一下，啊，你看闻到香味了没有？闻到一点点吗？差不多了啊。你们也是可以用北葱啊，北葱会比较甜，不过比较贵，好、啊，通常是在12月过年的时候才有北葱，还爆不够，如果有一点。烧焦的更好吃，好、啊。把这个油倒掉，倒在这边。大致上因为没有这个火的关系啦，不能爆到褐色啊，如果爆到褐色比较好啦。 OK， 现在我放一点姜下去，里面有点油了啦哈、啊、放少许跟它爆香一下，那些有吃葱蒜的现在也是不用放蒜了，因为这个蒜已经有味道了，你不用浪费你的时间去 chop 一些 garlic， 不必要啊。那我就把这个香菇了哈、啊，炒一下。香菇一炒，我就放一点。酱青了哈，两小茶匙的酱青，再放一点味素啊，这个香菇精，一小汤匙这样，再放一点麻油，一点点，两茶匙这样了哈。先给它包一下，因为你把这个香菇菜里面爆它会比较香啦。如果你现在好像全部一起爆，一起下去炒，不会说很香。你给它爆一下先，好。等一下我就放这个刚才爆过的那个蒜啊。也是放那个刚才泡过水的那个鸡腿菇啊 ，shaggy main mushroom。我跟它关小一点，好、啊。先放一点黑酱油下去，一茶匙这样了哈。
那我会放一点水下去给它焖啊。One cup of water 啦，给它焖一下。那我们又啊，看看那个味道如何了啊？我们在家里也是这样。啊，还不够味。放点酱青了哈。啊 ，OK。放点黑酱油了。放多一点了啊，比较黑。人要这个放做这道菜一定要放一点糖，不然的话不好吃。啊，半茶匙这样。OK， 那我就放剩下的那个等一下啊，放那个薯粉啊，给它滑一点。啊，一点点啦、啊、哈，一点点。啊，先放一点点水啦啊，不要太干啦啊。做这个也是要有要会做啊，不然的话全部都搞搞啊，啊两板啊。啊，来放一点那个红色的那个辣椒，给它颜色好看。差不多好了啊。OK， 好了。好，刚关掉，哎。等一下，跟他骂一骂，哈、哦，弄漂亮一点，能给你们的先生还是老婆吃哦，看了也是好看的啊，也是好吃。通常是我过年的时候啦，年初四的时候我都鼓励我家人吃素啦，啊，我妈也是跟我一起吃素，所以我就会煮差不多七八道菜给他们吃啦。说 OK， 说这道就是我的那个红烧鸡腿菇，试试看。好，来试试看，来给他们试试看，来。配饭就比较好吃了哈，因为这样吃可能会有点咸。接下来一年一次的东西，我非常非常的感谢哈，爱家来到这里帮我们做一个现场的示范。我们呢，静观新加坡樟宜中心啊，每个月都会主办一个 DVD 的课程。以前呢、啊，以往我们都会给的素跟荤啊，从现在开始，我们每个月都会吃素哈。谢谢大家。哇，非常好吃，我真的很羡慕啊！好彩今天我有带我老公来嘞，这道菜。新年有希望了，我们的团圆饭一定很好吃，谢谢，谢谢我们爱心的主持，谢谢。新加坡有三间爱家餐馆，提供美味的纯素餐饮。lovingheart.com.sg， 请至 lovingheart.com 查询您附近的爱家餐馆。For more details, please visit www.suprememastertv.com.
forward slash veg.